大家好，我是大云食堂节目主持人李思端，在此全民防疫的关键时刻，提醒您一定要做好防疫工作。当然，居家防疫是最安全的方法，也提醒您，更欢迎您打开电视收看某某 TV 为您提供的各项精彩节目。我们有每天从日本直送的职棒赛事的实况报道，更有所有国内赛事职棒的精华整理，还有职篮的精彩重播。当然也有很多精彩的谈话节目，大云食堂倒个一杯，还有很多大自然的探险节目，这些都能让您在防疫期间轻松地掌握运动的最佳时光跟最好的生活休闲享受。提醒您，口罩戴紧紧，轻松地收看好节目。某某 TV 祝福您防疫健康平安。